猪佩奇发现萌鸡小队里的麦奇正在照顾蚕宝宝。首先，我们先用黑色的线条勾出轮廓。首先，我们先用黑色的线条勾出轮廓。用粉色涂小猪佩奇的头部，用红色涂小猪佩奇的衣服。用棕色涂麦奇的头部，用黄色涂麦奇的头部和身体。用浅绿色涂蚕宝宝。用深绿色涂树叶推车。
用深棕色涂地面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就画到这儿了。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关注并转发哦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